紫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，是人类肉眼可以捕捉到波长最短的颜色。天真、倔强、鬼马，每个都是他，却都不是完整的他。他把缘分和宿命当成一场游戏，他精心准备着派对，一个人的派对。他是一个发明家，也像个冒险家。他要去哪儿？没人知道。越猜不透越吸引，我想我有点喜欢他了。 Oppo Reno 6新袋子，新色上市。